可能打这个点好了。比如说我要打前面深远一点的里面，因为你想要，你觉得那边有鱼，所以你会打那边，对不对？不容易，真的需要一点技术。那像这个抛竿，就是某个地方，就是一看到水花，你就要赶快打到对的点。你看，刚刚那边有水花，我们就赶快打过去，中就。